北京工商大学隆重举行庆祝建校60周年系列活动，20000师生和100000校友欢欣鼓舞，为学校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满怀豪情地走上转型发展之路，建设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北京商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相继成立，两校励精图治，并肩前行，成为特色鲜明、学子向往、誉满华夏的行业名校。1999年6月12日，北京轻工业学院和北京商学院合并，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并入。中华大地上第一所工商大学精彩亮相，昂首迈进新世纪，书写发展新篇章。今日的北工商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办学实力大为增强，良乡校区繁华似锦，阜成路校区焕然一新。学校总面积83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9.3亿元，已由单科型大学发展成为以经管工为主，经管工理文法等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以食品和商科为特色的学科格局基本形成，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本科生分布在9个学院、47个本科专业，2000名硕士生攻读51个专业方向，博士学位授予权申报获得重要进展。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积极推进本科教学综合改革，评选表彰教学优秀教师，努力提升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研究生培养水平，获得北京市和教育部多项教育教学成果奖，实践教学成效明显。文科实践中心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单位，学校具有多个北京市和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07年被评估为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优秀高校。学校科研不断进步，2011年科研经费总量为1.3亿元，比2007年增长近3倍。201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居市属院校之首。近些年来，共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5项。学校设有食品添加剂与配料、北京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化妆品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建设和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建设。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服务社会综合能力强。2009年，孙宝国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标志着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达到新高度，在食品添加剂的研究及应用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随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克复和庞国芳先生的加盟，食品学科建设基础更加雄厚，目标更为远大。
学校高度重视队伍建设。800名专任教师中，既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有国务院政府津贴学者；既有全国和北京市教学名师，也有全国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100余名教授声名卓著，400多博士才华横溢。近年来，学校投入1138万元，对2800人次的教师和管理党务干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其中在国外培训近200人次，有效提升了教育教学水平和学校管理水平，有力推动了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和价值观的形成。辛勤耕耘结硕果，10万桃李遍天下。学校坚持教育为本，德育为先，万名学生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担当。毕业生受到普遍欢迎，众多校友成为社会栋梁。学校多次荣获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称号，特别是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新中国60周年庆典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党政领导班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治校理教，确立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12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办学定位和特色发展道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先争优，优秀党员、先进集体、教学、科研、管理岗位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校园之星、校友风采交相辉映。学校着力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大学精神，广大师生共建文明校园和平安校园，努力践行北京精神，成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2010年获得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提名奖。60多年来，3代党和国家领导对学校的关爱，使广大师生备受鼓舞，如沐春风。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商务部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也多次莅临学校指导工作，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以及有关委办局、海淀区、房山区等区县给予学校大力支持。2010年6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智立分别为我校60周年校庆发来贺信和题词，北工商师生和校友们对此都铭记在心。往事，北工商人奋力前行，成绩骄人。看今朝，北工商人转型发展，再攀高峰。展望未来，我的校园，我的家，与时代同步伐，与首都共辉煌的北京工商大学，明天一定会更好。